好，最后一组了，先出场的是一对小情侣，有请男朋友李志文，女朋友宁曼妮出场。欢迎两位。哎呦，看出两位啊，身手不错，应该是摔跤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人家女生特别可爱，你到底是想亲还是不想亲嘞？把嘴巴一直凑在脖子旁边。特别想亲。特别想问问问问你，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你想亲就亲，我们可以不看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是不是开始追他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？对他追我的，他追我的，他有那么好吗？你都要追他了？不是，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要打水，别的女生都有男朋友那种帮他排队去打水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十月吗？跟我。原来不是你多帅多有型啊，是因为你可以打水。是不是有打算要把他以后变成自己的妻子？有打算吗？你问你嘞。对，我有打算。有这打算？对，再过一年吧。啊，怎样？看喽，看你对他好不好。现在目前还不错，但我觉得男人一定要浪漫。请问如果平时他不开心的话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？ Magic。哇塞，你还会变魔术呢？对，现场来一个。这根棍子呢是一个很简单的棍子，刚刚从那树上拔下来的一根棍子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棍子，然后呢，我用很神奇的方式把它点燃，那就是用神奇的打火机。好神奇！哇，看到没有？我有个口令：一二三，玫瑰花170；一二三，玫瑰花。哎呦我去！一二三，玫瑰。好，我自己还有一个节目，我觉得比这个更神奇。好，我再去一下，好吧？有看过这么帅的男生吗？应该看过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接下来有一个更帅的马上要出现了，他就在你的身后。嫁给我吧，亲爱的。就算你没有戒指，我也会嫁给你。即使没有钻戒，我也会嫁给你的。温曼妮，你真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求婚，没有钻戒，你也是愿意嫁给他？其实他没有做好准备结婚的。我特别想跟你说，因为人生是一堂课，没有任何的时间是会说我准备好了去面对的。学习怎么生活，怎么去经营你们的婚姻，怎么去让对方，让这个小家庭慢慢变得越来越好。让我们祝福你们一起勇敢走下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特别特别为他们开心，也希望呢，我们的另外一半可以看到这样的节目，早日来向我求婚。哎，不对，搞错了，可以可以来，有另外一半了，有另外一半了。我们来欢迎下一组选手。我最喜欢问这样的问题了。来，我们下一对是他们的同事，也是他们的对手了，是一对已经结婚的夫妻。掌声有请老公陈吉鹏，老婆李偶荣。你知道你老婆多重吗？120斤吧。我想你知道自己多重吗？不能说。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，再不放快掉下来了。就你刚才报的状况，我真的有点担心，因为那一对是刚求婚成功，他们现在真的是状态是最好的。你们这报的这才一会儿就不行了。没有，我有耐力。哦，有耐力，持久力。从婚姻当中就看出来了，我对你们有信心。希望你们能成功，而且今天他们的对手也是你们的朋友，是我老婆的弟弟。哦，哎呦，那不要手软啊！对对对对，但问题人家刚坚决不手软，祝你们好运了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亲爱的，加油！他们两组是这是弟弟哦，是弟弟，感情还好啦，你们之间感情很好。那今天是第一次打架吧？啊，对，一家人呢，我跟你讲啊。啊，那哥哥辈、姐姐辈的要对他们说什么？结婚礼物另外送啊，这个不算。听明白了啊？怎么办？这玩意儿，这姐姐和姐夫。姐姐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
姐夫就难说了，看来我姐夫听我姐的。哦，这世界可能姐夫会放水，他不会放水。不，曼妮，我觉得刚嫁入他们家，你就甜甜的叫一声就搞定了。我姐，让一下我们呢。开始搬了，来，两位请准备。开始。哎呦，这一轮非常精彩啊！这是家庭之争啊。姐姐会是否会让弟弟啊？应该都是男的，小舅子、大舅哥啊，自己的姐姐、姐夫、那个弟妹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是弟弟妹妹先抢到的，弟弟妹妹先拿下来的。好，所以要恭喜志文还有曼妮。刚才经过我们这个高密度的机器拍摄啊，发现了两位的速度仅仅快了0.001秒。